今天被我家柯基惊到了，这时候是在默默观察，给了我一个眼神，开始往那边跑了。看到这，我才发现他是看中了这个飞盘，他先是慢悠悠的，装作不经意的加入，成功加入飞盘队伍，还知道看我一眼在不在，确定我还在之后。你以为他是要跟他们一起玩吗？其实他是在找机会，机会来了。东张西望，赶紧往回跑，哈哈哈！跑过来还没完，还给自己找了玩伴，开始撒欢的玩别人的飞盘了。